大家好，我是南京老杨头，这里是南京那个三牌楼大街。哎，这里，这里呢比较热闹，很多这个商店，像美食街一样的，三牌楼店。这里有一个卖这个菜饼的一个小小门面，大概只有30个平方，但是呢生意特别好，有韭菜的、白菜的和海带的3种，6块钱，然后它有那个面，然后里面包这个菜馅儿，还可以加那个火腿肠啊、里脊肉啊，有另外加钱，最基本的是6块钱，再加了这个其他的呢，就变成8块钱，生意很好。他那个价廉物美，这里是三牌楼大街。今天是2022年2月20日。那个，现在生意难做，但是这一个小门面，他这个生意呢特别好。好的，我是南京老杨头，谢谢大家。